哦，啊，即卖做到即卖现主持吼，哦，阮康和村社区摕过全国的优，迄个 GU 的社区，啊，都侪社区拢来台湾参访，啊，看阮的长青食堂，啊，看阮的运作，啊，我即卖来吼邀请吼，啊，咱的时段吼，为因啊来高客来阮康头厝，哦，恁感觉都无共的。咱有咧做长青食堂啊，拢有法度吼，感同身受。啊，有这个同理心，其实是足无简单的一项工课吼。那像咱李进亮馆长咧，甲咱啰啰的，讲毋是干呐伊出钱会搞呢，其实大家出力的嘛拢足够的吼。所以阿斌啊吼，三不五时，因为十一个社区啊，互咱馆长安尼鼓励出来啊吼。诶，啊我安尼去到地中岛，嘛无一定会爱去食面摊着。嘿，我那食较少营养的咧吼。仁义林县目前有68个地方。就68个地方，然后加上如果加上麦寮是各个村庄都有，那总共加起来目前有88个地方，也就是说每天中午在我们云林县各个社区有大概6000位长辈是在我们的长青食堂共同来用餐。那我想这个在全国来讲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画面啦齁。连总统、连小英总统，甚至赖清德院长，甚至陈建仁副总统，都特别想要来云林县的长青食堂观摩啊齁。那所以云林县透过咱所谓志工的服务，那志工的努力，咱已经拍出全国第一名的长青食堂。长青食堂要成功，就是其实在地的社区的这些志工是最关键的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志工的付出齁，那这些长辈不可能得到好的照顾。那甚至我们的餐食也不可能这么丰富、这么精彩了哈。那所以今天也特别县政府我们社会处这边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表扬，其实是表达县府跟社会处对大家的一点点肯定了哈，点点肯定。因为有你们的协助，县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才落实到地方、落实到社区了哈。那所以希望说今天之后，我们更加的来努力，因为云林县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县市，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人，已经占了我们的总人口数的17.6%。那这个如果在先进国家的话，这个老人的问题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，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哈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透过社区跟政府，我们共同携手，还有乡镇公所的配合，我们共同携手，把我们的长辈照顾得好。谢谢。